像我每一次啊洗完头在吹头发的时候，我蛮重视那个吹头发之后头发的发质有没有一些光泽水亮的感觉。那一般吹风机都是负离子，那我其实自己是那个奈米水离子吹风机的爱用者，我已经用很久了。因为奈米水离子它水分子是比较细而且比较多，真的我吹久之后我的头发真的变得比较水有光泽，而且重点是不容易打结。那其实奈米水离子它是一个透过就是高压电极的方式，就是让空气中的水分子可以分解成非常非常小的微米，因为它的分子非常小，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滋润到我们的头皮。关于整发器的部分，我觉得它可以让发根蓬，现在人不喜欢抹任何造型品，它就可以达到那种水感跟亮度。